今天给大家看的是脱色黑尾变成白色的这种加工工艺啊，就是在挑选。首先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原毛，这就是黑色白尾经过化学处理以后变成白色的。这个是我们挑完以后剩下的次品，全部都没有用了，都是次品。桌子上是在正在进行分拣的，每一根都要经过仔细的挑选。然后这边是成品，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已经都是根根都是完美，没有问题的。只有这样做，质量才能控制住。如果需要好质量的、好高品质的这个公鸡尾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。